上直播超级巨星熊猫盼盼的无与伦比的表演。我不表演，各位，我叫巴斯，我是今天的现场解说，咱没名气啊，只能当当解说，咱就在这儿吧。这就是超级巨星熊猫盼盼，他正走向球篮，为大家做投篮表演。这离篮筐也太近了，什么呀这是？哎呦，没进去，臭，真太臭了。现在熊猫盼盼迈着婀娜多姿的步伐走向了杠铃，他又准备为大家做举杠铃的表演。哆哆嗦嗦颤颤巍巍犹犹豫豫地抓起了杠铃，激动人心的时刻就要到了。哎呦，太臭了，眼砸了，砸了。他再次举起杠铃，举起来了，鼓掌。这真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。他能这样举48个，举着别放下。新的规定，举48小时才能得冠军呢。在熊猫们又做起了骑车表演。各位观众，各位听众，您看看，他这么大的块骑个儿童车装什么嫩呢？要不先骑着，咱先吃会儿。咱没名儿，但吃有权利，但营养不够啊。哎呦，又砸了！您说说，这哪是什么吉祥物，整个大废物啊！一语真格的就这么柴。哎呀，哥们儿，你得反思一下啊，这不行啊。好，各位听众，各位观众，经过反思，熊猫盼盼再次登场做晃板表演。呀，这小身段还不错，也腰扭的也不错，小腿比的也挺好。行，大家给鼓掌。现在做套圈表演，2个、3个、4个，咱们给他鼓着点。5个、6个，大家鼓掌，对盼盼加以鼓励。现在盼盼准备5叉子，不耍叉子，耍叉子，我给他伴奏啊，得唱得唱，唱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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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得唱得唱，快快点，唱得唱唱得唱，整个一个狗熊的把式，哪有点国宝的水平啊？巴斯的表演非常精彩，让我们为他发奖。我没做出什么，这都是领导们的关怀，同志们的鼓励，谢谢谢谢。我个人水平不怎么样，归功于领导，归功于同志们。